第二个呢是方或者是圆的啊，方起笔，这里面也有一些呢是呈现方起笔啊，让笔形上啊让它有变化。上，上这个字啊比较偏方一些。那同学说这是为什么？下面以圆尖为主，那么上半部我就想让它严密一些，是吧？这个字取横势，那么如果说我上面来一个很尖的这个笔道，恐怕也是压不住，干脆我将它略略平一些，以方为主，那么凸显出这个笔画它的一个横势来。你看看这么处理的效果会怎么样？偏方一些，这种感觉。那么还有一些是很巧的，以圆尖为主的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哪个字呢？像这个阳，咱们看到这阳字，阳字起笔数很轻巧。很轻巧，是吧？那么增强了这个笔画它的动感，动感。这个是在这个，这也要求咱们同学们在书写的时候啊，要控制好用笔的速度，啊，有时候可以快，有时候可以慢。那么像这些笔画，你可以略略让它速度啊加一点速。咱们就写一下这个木。到这怎么弄？你完全可以去这么处理，不怕单，为什么这边还有笔画呢？啊，这两笔的动感一下子就能显现出来了。这是第三种圆尖状的，那么第四种呈现曲线的。曲线的，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曲线呢，或者是什么样呢？或者是这种的，是吧？或者是这种的都有，朝向一边，或者 S 状，或者是反 S 状的。比如，你像这个光，这种状态，那么仍然是因为龛刻的原因，石质龛刻原因。但反过来说，这种笔画出来之后啊，我们觉得很有意思，为什么呢？这两笔相对来说比较对称，是吧？那么你如何使得这种对称情况下面有变化？中间这一竖很重要。还记得银碑当中咱们说过那个字神，神。那么你让这个神右面那个身怎么去变化它？你光要靠这个下半边的一个框去给它有变化，很困难。怎么办呢？我让这竖啊略略有一些这个 S 型的变化，但是不要过。啊，这是这种的，那么还有一些反向的，是吧？同，那么不是朝右了，而是朝左，朝左走，啊，也是增强啊整个这个字的一个曲线美，一个曲线美。这是咱们说它的这个四种起笔，是吧？玉铸的，啊，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厚重一些的。这个以方为主的，以圆尖为主的，以曲为主的，那么大家可以如果听得仔细的话，可以发现，不管是哪一种，实际上啊，它的轻重缓急都是根据什么去确定的？根据字的分布，根据这个字的节奏，这是窍门。不是说我这笔在这儿我只能这么写，不一定，它字是会变化的。说如果说这个字只能这么写的话，那100个人写出都是这样，那他就缺少一种吸引力的，没有一种艺术的魅力在里面。根据你的分布情况，根据你的书写的节奏，你去给它进行一个灵活处理。最后咱们说一下竖的收笔，有一种或者说比较常见的一种悬针，这个字，这什么字啊？
斗，北斗星的斗，上顺斗吉，下达坤煌。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斗吉者也就是天道，是吧？坤煌者也就是这个地道、地神、地灵，这是个斗字。那么咱们看像这里的处法处理方式，是吧？还有啊，月以这种圆间玄真为主，是吧？咱们把这个月字写一下。这个可以让它显得重一些，那么剩下来的不飘这个笔画有变化，这几个的一个变化啊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垂露比较厚重一些的啊。那么这些笔画啊，往往这个处在啊字的这个下半部啊，笔画不多的这种情况下面。比如说这个有代表性的一个中，你看这个字很有代表性，中间收笔。如果说这个笔画写的和刚才咱们说的月字一样，就左边这一竖很巧的话，那下面单薄了，立不住了，对吧？收住它，两种啊，这是第二种。最后一种呢，是在这个石门颂当中啊很有特点的，很能表现它个性的这个立中之草特点的。什么样的呢？你比如说像高祖受命的这个命，汉作很长啊，是吧？这个笔画也是很有豪气。相类似的还有这个字，是吧？世事叹宋，在这儿永通宋，你看，仍然是拉得很长。那么这种笔画该怎么写？我给大家提个建议，增加笔速，笔速，要把它这个率性啊表现出来。速度加快，但是不飘，我能收住，啊，力量也很强，啊，这种意趣啊，也是很能体现石门颂特色的这么一种典型笔画，啊，石门颂第四种笔画特征，调法。石门颂的这个调法。它在线形上面，线条形状上面也表现出和竖和横具有一样的特征。那么首先啊，咱们充分要展示的是它的一个挑线，挑线的一个形态。前人形容石门颂啊，如野鹤衔鸥，飘飘欲仙，那么具有一种飞动的韵味啊。那么这种韵味，我想啊，主要是通过它这个挑线啊要体现出来，
所以这一点来说，和咱们前面学的这个音，学的这个张清碑啊，可能还不太一样。同学们可以回顾一下，咱们在讲到这个张骞讲到乙音的时候啊，那么往往是强调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他的一个挑线，第二个是他收尾挑头这块。那么如何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，甚至有时候是强化他的一个挑头，他的一个这个燕尾出风啊。那么这是前两回碑的特点。那么在石门颂这个桥法当中，咱们着力的一个方面是他挑线。挑线应该表现出非常劲拔、舒展啊这个方面，比如说这个弓，咱们可以看到是吧？这个字啊，在张骞碑当中也同样有这个字。那么在张骞当中着力的表现的是这个挑线的一个挺拔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？挑头很啊有力度、很厚重、很翘拔的一个方面。那么在石门当中。挑线是占到了最主要的地位，这是咱们应该思考的问题。那么咱们如何才能表现出它舒展的一面啊，舒展而劲拔的一面呢？我想一个是线形的长短，啊，短了当然这个飘逸的味道出不来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在这个行笔的过程当中啊，应该找到若干个停顿点。你比如说，咱们看到这个弓。是吧？实际上，他真正的这收笔处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在这一段当中出现了一二三四，啊，那么这些停顿点、折点，同学们可能问，这个折点怎么来的？是不是这个书刻者有意为之？我想不会，他不会给自己这么找麻烦，是吧？怎么刻的方便怎么来？关键这个石质确实不太好。那么很有可能在这折点地方，他就碰到一个很硬的一个沙链，啊，没法去改变方向了，啊，保持原来的方向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略变了一下方向，有可能是这么出来。这是咱们一个推测。但是反过来说，经过这个历史的洗礼，咱们看到它的效果之后啊，哎，感觉就很好，是吧？有一种一波三折啊，它的这种韵味在里面。所以在这儿呢，给大家提个建议，因为它的风很长。那么如何在这么长的这行笔过程当中保持你的风向，不能散风，这个是我想啊技法当中很重要的要领。实际上咱们通过对同学作业的这个观察也看到，是吧？很多同学啊对他这个线条的长短有把握，那么在行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什么呢？散风，力不能聚，风容易散，这是咱们需要考虑到的。考虑到的，这是一个方面。那么另外一个，仍然涉及到它的一个出风的方面，它的挑头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石门颂，它在这个方面，并不是有意的去强化它，相反什么呢？有些地方是弱化、含蓄的这种效果。咱们通过对同学的作业看到，有些同学在写的时候，仍然故意想表现出像典型八分书这种。很漂亮的燕尾，这种挑头，这种出风，是吧？那么在石门当中，它是弱化的，它是含蓄的，含蓄的，啊，所以我有一个概念啊，当收则收，表现出一种着意，因为你的着力点不是在这收这个收笔的地方，而是在行笔的过程当中，啊，这个呢是它总体的一个要求。那么咱们和前面的汉碑啊做了一个比较。具体来看啊，咱们仍然沿用前面的一种概念，分为挑线和它的挑头。那么它的挑线啊有这么几种啊，一种呢叫直折线。什么叫直折线呢？所谓直折线啊，主要是以直笔道为主，但是在行笔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折点。你比如说校尉的尉，这个字咱们在曹全碑当中碰到过。那曹全碑他的处理方式啊非常的委婉，是吧？行笔过程很流畅，那么收笔处哎略略回下风，给人啊一种阴柔之美，很漂亮。那么你看他怎么处理的，他直接把什么省掉了，把他的这个挑头省略掉了，
那么表现的就整个这条线的感觉，以直线为主，啊，所以力度很强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由于受到实质的影响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停顿，停顿，所以咱们直折。那这种线，这种线条，它的力度啊是非常强的，非常强的。那么同学可能要问了，说我难道行笔到这儿故意稍微哆嗦一下，这风不就散了吗？力不是不能够一以贯之了吗？啊，那么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？行笔到这儿，运用的是一种色势，控制好笔速，不要滑。往往说在这儿，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这个笔打滑。那咱们控制好笔速，用色势增强这个笔和纸的一种摩擦力，那么在这种用笔方式下面，力度就能体现出来。啊，给大家做个示范。你比如在曹全的行笔当中，它是这种感觉，是吧？很流畅啊，笔画姿态啊比较美。那么咱们看一下石门，以直线为主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些停顿。是吧？行笔以这种色势为主，啊，色势为主。这是两者的区别，啊。所以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呢，在曹全当中啊，用的更多的可能是腕，手腕流畅嘛。那么在这种笔记当中，用的更多的是什么呢？指法，调控好笔锋啊，不让这个力量啊松懈，增强纸笔之间的一个摩擦力啊，这是它的一种表现，调线的一种表现。那么第二种，做弧线，做弧线，啊，那既然刚才强调了这个线性比较长，而且比较飘逸，那么要把这个姿态表现出来，是吧？也和前后飘飘欲仙。那么大多用什么呢？用一种弧线来表示，这种弧线多为下弧线，往下的弧线。你比如说这个字，咱们说过了，是吧？在汉碑当中啊，常常以鱼通斜，以鱼通斜啊。那么在这儿呢，写作于，实际上它是读作一个斜啊，斜骨的斜。左边这根线是做的一个弧线，做的弧线。那么和咱们刚才看到这个魏，是吧？剑为阳君那个魏表现不一样。刚才那个线很挺，以直为主，只不过行笔当中啊增加一些停顿，而这个呢以曲为主。所以在这个笔法技巧上面，我想应该增加一些腕的动作。那么这种线和刚才相比的话，它的难度是比较略大一些。刚才主要是以直，那么这个当中是曲直要相结合，曲直相结合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虽然做曲线，那么它的行笔也不是说完全的啊很流畅，是吧？给人感觉很滑，仍然是要在这行笔过程当中增加一些这种折点。那么有指法也有腕法，也有腕法啊，所以指腕如何配合得当的话，那么整个这个笔形效果它就能出来了啊，既潇洒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当中力度又能够给它保持住。